今天给大家教学一下这个只靠三根软绳子就可以立起来的架子是怎么做成的。首先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架子，它只有三根软绳子，没有硬的东西连接，再放上一只手工做成的平衡钮也不会倒下来。接下来请跟着我的步骤开始做。先准备一把筷子、胶水还有绳子，用三根筷子拼成一个底座的架子，把接触的点削平一下，方便贴合起来沾胶水，还可以缠一根绳子上去加固一下。接着再按这个方法做一个上面的架子，把多余的末端修剪一下，用一根绳子把三个对应的位置连接起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张力平衡悬浮架子，中间没有硬的支撑连接，它竟然能悬浮起来，就算往架子上放东西它也依然坚挺。这看起来是不是很神奇？学会了赶紧动手做一个吧。